现在来宣布一下我们新一届理事会的成员，我要是叫到名字的话请你们就上台了好吧。我们投消费很荣幸这一届我们聘请了两个顾问，第一个是我们的前国会议员韩庚博士，韩庚让来啊，另外一位是我们约克大学的教授，其实我们这个教授还是美国、英国很多那个科学院的院士啊，很荣幸我们聘请他为我们同乡会的顾问。好，那我们的理事长紫薇，还有我们的副会长刘军。许学伟、季明、尹红、陈静、副理事长卢耀江、乌丽荣、季波、李丽丽、贺湘云。我们的理事啊，我就是按照新时评那个拼音的报啊，季军，何金，何小红，盛杰江，安王，王彩云，夏夏，谢葛源。邢英、周逸云、周琼，我刚才是报了很多人的名字，但是因为有的朋友，有的是在国，有的是在中国，有的今天有别的活动啊，所以并没有都上来。你们来哪了？就都上来了啊！不是，你们站几个到这边来了？不要站到一边了，偏台了，偏台了。你站这边来了。